这位就是阮总裁高薪聘请的李副总裁。林秋瑾，林前董事长，你想不到我李主文今仔是台新的副总裁啊？老实讲，我嘛想无到啦。这二十多年以后，咱伫个台新见面，竟然是这个场面哈。副总裁啊，你桌顶迄 ED 出来业绩报告，我已经看到啊。你即摆把业务报告带落去，加强铺货的数量。若是我看到倒一间的店头，迄货架顶悬减肥药啊，已经无货啊，阁无货通好铺。我就甲负责这条线的人开除，知影无？是，总裁。对啦，这位林先生讲伊要找头路啦。副总裁啊，这件代志就交你去做主。国文啊，咱家就留这两个老伙仔去讲话，你陪我来去找另外迄个姓方的老伙仔算账。李副总裁，恭喜恭喜恭喜！你真正是哦，这药业界哦，大家小手的人才啦。唔知影讲哦，我敢有迄个影响哦，来替你效劳，在你的领导之下做工课啊。免来这套啊啦！你去到这个面厂哦，二十多年前你设计陷害我的时阵是一模一样啦，这就叫做哦笑面多鬼啦，我已经领教过啊。主文啊，但我即马正经是走投无路啊啦！大看在讲哦，咱是老朋友的份上，我嘛知影讲你这个人做事有情的啊，你都点头答应，给我领这份薪水好无？啊？三字，无可能。有听到无啊？林秋瑾啊，你即马会当死出去啊？借问下，刘先生，当你即马是？我即马是副总裁特别助理啦。刘德祖，哎呦，哎呦，恭喜恭喜恭喜！这副总裁边啊，这个特别助理哦，嘿，一定做无用的。我看你一定需要一个特别助理，在你边啊，跟你斗相共对无？唔知影讲哦，我敢有迄个荣幸来做你的助理啊？即马往大门口哦，欠一只过门的狗啦。啊，你敢有要改去啊？主文啊，非得讲我踮遮吃头路吼，你嘛免提钱出来付我薪水，你就当作讲是做好代，做一个顺水人情，安尼好无啊？我甲你有啥物人情好讲啊？啊？哼！当年我行空轻啦。听你阿婆话，何你也入股啦？啊，结果咧，食头家困头家娘啦。后来吼，甚至讲将我的药材行我吃去啦。我要一步啊一步将台新甲迄个阿婆抢倒来。哼，我哪有可能让你入来来破坏我的好事？主文啊，我拜托你啦，我拜托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林秋瑾啊，即摆阮副总裁讲话，你是听无心啦？你若继续要大车去撸落去哦，我会让你像顶摆伫个老家同款，用白团白出去哦。林志勇，我跟你头家咧讲话，你顶日看你边啊好无？我西目睭唔捌看过你遐狗背狗，你甲我掂去啊！你真正是讨皮子啊！你好啊啦，用嘴甲架起一下就好啦，莫动手。哎呦，将这只狗啊赶出去，莫互伊踮咧遮哦，互我看个贼啊！按紧走去呐！袂使啦，我跟你也要走。李主文，我跟你讲啊，你莫阁少想大事啊！二十年前哦，你无三条保条，你的查某还阁财产，我都唔相信讲你即摆有生了甲手转来啊！你若唔相信哦，你偷偷我看啦，我都唔相信讲你下场会比我好甲倒去啦！哼！副总裁，啊，你想要甲总裁甲公司抢转来，那不爱较早甲我参详啊？哎呦！你心内有啥拍算？啊，无啦，副总裁，你千万唔通误会啦。那是你和我入来公司吃头路的，你唔只是我的头家，我也永远拢徛在你这边啦。我拄只意思是咧讲哦，我上介敖的，就是做人的军师啦。
所以你若是甲我参详，无定着我用去替你到处注意哦。阿勇，照你安尼讲，敢那你已经有注意哦？讲出来听看卖。副总裁，你想要让总裁倒来你的身躯边头一步，就是爱对伫个伊身躯边迄个食软饭的先甲伊拄掉，你讲对无？要安怎甲伊拄掉？我阁需要时间想看卖。杨哥，副总裁，这你放心啦。为了这只德国的小狼犬哦，我看伊袂顺眼有哪真久啊，我一定甲你斗三工。就准讲哦，是做义务的嘛，不要紧啦。阿勇啊，这件代志若成功哦，我绝对袂亏待你。啊，但你是我的头家，你若是发达，我嘛对你发达啦。你讲对无？业务部今仔日啊，已经甲所有的经销店拢个确定过啊。到目前为止，85%的店头拢已经将咱的减肥药啊就价啊。其他15%咧，伫咧明仔载记者会进前，拢会完成铺货啊。真好，林经理，多谢。叶经理，田惠小姐为咱代言广告，明仔载就会以全开的版面出现伫咧各大报，连续7天。第一电视广告方面，5间电视台的8点档的 Q 票拢已经确认啦。而且因为天惠小姐一直是媒体注意的焦点，所以伫咧记者会会场，嘛会安排放送天惠为咱所拍的广告片，拢总有3个版本。刷落来记者会会场的布置，因为是何秘书替我安排处理的，所以请何秘书报告一下。总裁，各位，发布的厂商今日下晡已经去现场布置啊。下班了后，我甲廖经理嘛去现场监督，一直到完成为止。假使讲总裁若是要验收，差不多9点以后就会当来啊。听完各位的报告，我感觉真放心。最后，因为明仔载记者招待会，咱要公布的资料，包括咱的对手一一出来所有的资料再来，为着慎重起见，我今日请马律师来，用对法律的角度来看咱的新闻稿。即摆各位所看到的新闻稿，是我已经修正过的版本啊。基本的内容，我并无增加或者是删除，只是把一寡会引起争议的文字小修改一下尔。明仔就是咱斯林巴蒂要上市，嘛是咱要向大信集团宣传的时阵啊。各位，你有信心无？小伟。正贤肯用我的办法，那呢明仔载记者会，就是要收你大信集团的时阵啊。副总裁，好久无看到吼。本总裁啊，真意外，啊，唔请你入去坐哦。哼。真实的，我这个所在无啥物通好甲恁款待，有啥物会紧讲，讲完随走。哎呦，本总裁啊，啊你哪会这么气愤啊？啊，敢讲吼，咱两个外久无见面，啊你着将咱遐尼啊特殊的交情放袂记了是？人我也会记你讲吼，你顶边要倒离开台湾的时阵，迄是急甲连裤都袂付清，就上飞机啊，迄是还够狼狈啦。害我哦，无法度好好去甲你送便呢。你也唔票，我只一个离开，就随有一只细只昆虫狗跳到你的眠床顶去陪你啊！你要哪有时间来甲我相送呢？本平，讲话较客气的，莫甲代志牵到我这来啦。周国文，细只昆虫狗这个名，敢毋是你伫台湾的朋友送予你的外号？我一个来就听人讲到嘴角全破啊啦！方平，我跟你身躯边遐尔侪年，我敢有对不起你？是安怎你要安尼甲我踢出来？搁再讲，是你放上李小姐了后，我才甲伊斗阵。我并无抢你的查某人啊！周国文，我要哪会怪你甲李彦票呢？你想要娶玉山，想要接我这个总裁位，我拢袂怪你。不但安尼，我还阁会侮辱你。
因为你有这个野心，也唔过你家己唔求进步，干那想要靠查某人享受荣华富贵，干那这点，我就看你无啊。那呢，你应该嘛看不起你家己啊，因为你是靠有三姨妈妈的后头厝才会发财。到底李进贤嘛是靠贤素兰，才有资金开公司做总裁。大家拢是靠查某人才有成就，姑莫笑皮无皮吼，完全无同款。你讲的无唔对，我承认。我本平兼打拼二十年，唔免家己打基础。我本平今仔事业能做甲这么大，这么成功，那是我上任总裁以后，凭家己的才情，还佫有能力。啊，那你，先莫讲你是唔是有才调，你连这份事业心你都无啦。我看你永远干那样靠查某人咧食软饭啦。啊，那无？你即马都袂徛伫个遮，伺候这个老查某。喂，你讲我甲客气哩哈？什么咧老查某啊？当你伫眠床顶的时阵，唔是讲我幼气，才会当去做槟榔西施啊？敢讲你袂记得啊？哼，饭老高啊！我甲你讲啦，为着你再度光临台湾吼，我特别用伊丽翠酒企的业绩来欢迎你呢。我想讲吼，恁查某囝应该是有甲你报告过啊。报告讲，恁司令巴黎还袂上市，就有当准备收档。啊，唔知影讲你知影了后，有啥物感想啊？李彦平，不管是跋筊、小战，或者是做生意，这中的过程，拢会有输有赢。我承认讲，目前你有较占赢面啦，也毋过你毋免伤过头欢喜，因为即马我已经加入这场战争啊，我会教李正贤。安怎来将恁两个打败？是惊讲哦，这李正贤甲你袁秀结太深嘞啦，无休假。伊无休假，我就无你的法度啊，是无？我坦白甲你讲，明仔载，就是明仔载，我的第一招，就要予恁大神输甲真凄惨。本平啊，但亲像你这种年岁的查甫人哦，哪拢像迄个嘴硬迄囝人尔啦？本平啊，我已经吞忍你足侪年啊，我即马唔免阁忍你啊。我要看恁死硬巴伫台湾哦，会输到偌凄惨。啊对啊，爱记哦，你若是够需要，拢袂离开台湾，需要走路费，你甲我讲一声，我一定会带念过去的情分，私下一寡钱互你啦。二长，来走。燕葵啊，啊是你讲啥啦？我讲一下。爸，你放心啦，文聪伊足乖足听话，拢无乱来哦。好啦，无你稍等一下哈，文聪，我你甲爸爸讲。喂，哎爸，哦，我知影啦。好好好，好，哦，拜拜拜拜。爸，甲你讲啥？爸讲，叫咱来赶紧结婚，伊无爱阁等啦。你后爸讲，我唔相信啦。好啦好啦，我甲伊讲啦。爸是讲伊到妈明仔载来坐飞机转来，后日吼，咱会当甲伊见面啊。真实的哦，阿文新敢有要做伙转来？啊，我拄才煞袂记问呢。哦。对啦，燕惠，啊，其实有一件代志吼，比文新是毋是要转来？还阁较重要。什么代志啊？你目睭先开起来好无？你是搁伫咧变啥物吧？你先莫问遮多啦，乖乖听话好无？好啦。燕惠，燕惠啊，一朵玫瑰花
表示我今生今世对你的爱永远袂后悔。啊，这卡无达字的手指，表示我心肝内永远只有你。今仔日我跪在你面头前，我期待你通点头，期待你通答应嫁予我，因为我爱你。我求你，让我照顾你，爱护你一世人的机会，好不？文聪，因为他进前，我一遍搁一遍跪在你的面头前，拢是因为我做唔到代志，我求你原谅我。也毋过我今日跪在你的面头前，我向你求婚，这表示讲，这是我一世人做了上正确的代志。无得靠未来，我袂当予你荣华富贵的生活。也毋过我会当甲你挂保证，我会当予你平静、甜蜜的日子。我希望你会当愿意对我，予我支持的力量，予我有勇气重新搁站起来，好不？文聪，你知影？我不是一个爱喜欢的人，我跟所有平凡的人同款，我只是想要追求平凡快乐的日子，我敢没看到一个什么都无，也不过是真心真意对待我的老文聪。我也不爱较早迄个做董事长，做大事业，也不过嘛做真侪歹代志的老文聪。文聪，你应该知影，我是真爱，真爱你。燕惠，嫁予我好不？相信这世人，无任何人、任何代志会当把咱两个拆散。爸跟妈若回来，等到因参详，咱念伊结婚。等结婚了，你着专心去拍拼你的事业。我若是无机会搁唱歌，我嘛无要紧啊。非得即马唱片业景气遮尔啊歹，趁即马紧退出嘛好。我会专心专意，留在厝内面，友好爸爸妈妈。而且我嘛有答应过你。替你解决一下小冲突啊！我会好好照顾你。嗯。谢谢大家。拄则大家所看到的是由红歌手天辉小姐所代言的四季广告片。即马我来请德国斯林巴迪原厂的海外事务代表彭玉山彭小姐。甲大家讲几句话。李总裁，请坐。大家好，相信真侪朋友会感觉奇怪，是安怎斯林巴蒂会甲即个代理权交予一间伫咧台湾药业市场内底，还阁算是新兵的进门？其实原因真简单，因为进门药业正派经营，有理想，有活力，
经过本人这几个月亲身留伫咧台湾观察这个市场的结果了后，会沿用杂乱无章、无法无天来形容。同款的药品伫咧同业之间恶性竞争的情形非常严重。本人对市场彻底了解了后，是有一点仔烦恼。啊，毋过伫咧找到晋文药业集团这么正牌经营合作 partner 了后，本人向德国总公司汇报的时阵，会用讲是信心十足。多谢各位。即摆请晋文药业集团的总裁李建贤先生向大家致辞。Out hole, out dream. Trust me, Slim Body. 这毋是 Slim Body 的广告词，嘛是阮晋文集团期待替台湾减肥药品市场有需要的消费者要做到的目标。商品上重要的就是通路。在这方面，阮晋文集团经过上严谨的行销规划，在全台湾药局、病院、诊所、塑身中心、药妆店、超商、超市、电视购物频道，甚至是网络上，拢买到 Slim Body。我嘛会对外公布 ，Slim Body 对研发到临床时啊成功，效法就市，所有确实的文件、数据资料，我拢会提供给消费者参考查询。啊，不过真遗憾的是 ，Slim Body 制药的配方，在研发成功的时阵，无细节泄露出去，所以 Slim Body 原厂。无得到德国政府、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都是 FDA 合法通过，所合法药品的专利权。所以伫台湾地区的市场上，会出现同配方的减肥药啊，都是伊制出来。各位，本人并无反对，嘛欢迎同业之间伫市场上做着良性的竞争。本人代表晋文集团，甲合作方。德国 Slim Body 原厂向各位消费者做出两点保证。第一点 ，Slim Body 保证对德国原厂包装运送到台湾。第二点 ，Slim Body 市场的定价绝对合理，请各位相信。熬好熬醉 ，Trust me Slim Body 是实在话，多谢各位。请这个合作案的法律顾问马阿斌律师为大家解释其他的法律问题。大家好，我人马阿斌是Slim Body原厂甲晋文药业集团共同聘请担任这件跨国合作案的法律顾问。晋文中药品伊的临床的实验的证明，甲伊 FDA 检验合格的证明，这些资料各位记者朋友的手头拢已经有 copy 啊。只是晋文药业集团的东林，因比较感觉遗憾的是，是安怎同款的配方、同款的成分，斯林巴蒂一盒60粒三十天的分量，伊的市场售价是1980元。啊，不过 Easy Try 伊的市场售价是1罐2590元，这是确实的数据，无法度作假。所以本人代表晋文药业集团，甲德国斯林巴蒂原厂有权利提出质疑。代理 Easy Try 的台湾代理商化管卖价，扰乱市场行情，欺骗消费者。马律师，您晋文这个代事化管价，代事买单反倒转来讲，您下价最恶性的竞争。您赶快提出这款的质疑啦！啊，不过政府甲数据是会讲话，消费者一定会做出判断。那安尼，斯林巴蒂前咱毋捌考虑过提悬价钱，甲伊就菜共款，安尼恁利润毋是较悬？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李总裁来回答。各位，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阮斯林巴蒂市场的卖价是经过评估才定出来。公道自在人心，做生意本来就是要赚钱。不过，阮晋文集团要做的是有良心的生意，要赚的嘛是有良心的钱。那你的意思是讲，代信你做无良心的代志咯？歹势，我啥物话拢无讲哦。小姐，我晋文经营原则之一，就是袂恶意、
去批评同业对手，一切由消费者来做决定。因为钱是因的，伊要选择带一种品牌减肥药啊！我相信，消费者因的头壳内上清楚。多谢各位。讲咱客观介绍，想要一边就甲我母好倒，伊食较歹咧。伊有法度开起这会，甲咱客观介绍，咱嘛有法度开起这会来讲，伊是下届拼市场嘛。大家拢若要安尼恶性竞争吼，结果是上输上赢也唔知咧。啊，无你是读较歹去啊？是，消费者毋是戆人啦。咱知影讲是同款配方，敢若是换名尔。啊，你讲伊敢会去买较贵的？倒有啥物奸诈的老爸哦，倒有啥物奸诈的囝。总裁，你哪会安尼讲的？郑文这边会当对德国调遮尔多的资料甲证据来呢？真明显的，伊一定有一个德国来的人伫咧幕后咧甲斗相共。伊的目的就是要来报复甲伊冤仇的人。毕竟是我毋知影讲，你是咧讲方平咧对付我。那是有代志拢闯到我家来吼，我是请你要创啥啦？好啊啦，大家拢嘛家己人，何必为了郑文一撮小动作，大家拆破面嘞？我都唔相信讲一个记者会会造成偌大影响啦。总裁，代志大条啊啦！郑文开完记者会了后，公安部门就一接到电话，拢是骂咱哦，两个人介绍厂商，搁要告啦。总裁。全台湾经销商拢打电话来讲，有真侪人要退货，而且要求咱代行来出面处理，来赔偿因的损失。减肥药拢买回去啊，毋是药啊本身出问题，啊讲退就退，啊这消费者拢头壳歹去啊是。你甲经销商讲，不准退钱，啊若无吼，遐损失因家己去负责啦。总裁，我有问过咱公司的法律顾问啊，伊讲消保法有明文规定啦，购买商品伫七天以内啊拢会用退货，无需要任何的理由。所以，咱若是无依法退钱给消费者，恐惊爱食官司呢。这我当然嘛知，啊，但法律百百条啦。我若照法律的规定去做生意，我是要赚什么钱啊？会当拖就甲拖啦，拖到风头过就无代志啊。啊，遐消费者吼，因家己去认罪啦。总裁，这边恐惊无得拖啦。拄则我无机会甲你报告，因为消委会小保官呢。又打电话来，伊讲咱提款计车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嫌疑，伊要求咱伫限期内呢，爱做出合理的解释，若无吼，伊就会法院来申请，下令咱将所有的减肥药回收，啊，正式公文明仔载派人来送到。啊，遐尼大个代志，你即摆才甲我讲哦？啊，小雨回家紧就知，迄一定阁是正门人去告的啦。恁两个。联络遐经销商，叫伊安搭遐消费者，若是不同意，才退钱给伊。还佫有，无我的命令，不准遐员工佫对我发表任何言论，才袂让消委会佫抓到咱的弱点。是。恁家出遐侪钱做整容手术啊？我哪好意思过恁官水果来佮我看啦？阿官啊，啊你着要动手术啦，而且万金来上班，阮来佮你照顾嘛是应该啊，莫对阮遮尔客气啦。多谢。坐啦，阿官，医生跟我讲，动手术的前后要注意什么代志啊？医生带我带我去做迄全新的皮肤检验，伊讲要伫我身躯顶找一块较适合的皮肤来做手术。啊，伊是讲等结果拿出来，伫开刀之前，伊会甲我做一个全面的说明。文聪，飞伫咱回去嘛无什么代志啊，咱就留在遮陪阿官，听医生安怎讲，好无？好啊。歹势啦，我哪好意思麻烦恁两个大温灵浪费这时间来陪我。哎，阿官啊，啊，拄则毋是甲你讲过，莫对阮遮尔啊客气啦。你若是搁遮尔啊见我吼，就无甲阮当作是朋友哦，安尼阮两个是会生气的。我拢毋知影要安怎报答恁才好。唔管即个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恁对我温情，我永远记在我心肝内。而且即个手术费用，我嘛会拍拼趁钱来害你。出门在外，难免就需要朋友斗相共的所在啊。这钱哦，你后界才慢慢仔还啦。即马上重要的是你的手术要顺利成功，恢复你较早美丽的面容啊。是讲，我这面伤到这么严重，敢真是有办法会当治会好？
官，你放心啦，这间病院是整容手术的权威呢。你若手术后，保证让你的面袂留下伤痕。假使你若感觉你的面有倒位无满意，会当要求医生去修改啊。那等你完全好起来，你就会当恢复较早的面容，会当找回家己的自信啊。是啦，官，你洗做遐尼啊水哦，无做明星实在伤过可惜啊。等你面的伤若是好，我一定介绍你去拍广告。多谢你，阁遮尼啊侪话来甲我鼓励。我若敢想想讲要做明星，只要我的面哦会当变较好诶，啊出去莫甲吓惊着，安尼我就满足啊。搁卡一礼拜，多谢多谢。头家，请用茶啊！慢叫，多谢你呢。后摆若是无客哦吼，泡茶代志我家己来就好啊。哎，慢叫嘛，啊你搁有啥物代志是嘛？是啦，啊，歹势啊，头家。我知影哦，我拄来上班啦，实在无应该请假啦。不过明仔吼，啊，阮查某朋友伊要开刀呢，所以我是想讲吼，你是想讲要去陪伊对无？哈啦，无问题啦，你去陪伊啦。啊，费事咱前进时候无啥物生理，明仔我家己顾得好啊。安尼哦，多谢啦，多谢头家。哎呀，莫安尼讲啦，家己的人我莫遮尔啊气愤啦。啊对啦，啊恁女朋友破啥物病要开刀啊？无啦，伊无病啦，啊是伊的面吼有受过伤啦，爱整容啦，啊是讲哦，啊这医生哦，甲我讲一大堆，我也听无啦。伊毋讲哦，产伤是一个真大个手术哦，伊哦爱甲伊正面的面哦，啊挂一大块落来呢。哎呀，啊我是足烦恼的啦。万金，这你放心嘛，台湾的整容手术哦足进步的啦。替我甲恁女朋友讲一下，我祝伊手术成功，早日复原。多谢，多谢头家，多谢啦。阿官啊，老先生啊，王小姐，您来啊，真多谢嘞，多谢啦，多谢哦，您来看阿官啦。哎呀，万金啦，啊一看到阮就惊嘞，啊你是要讲阮造神吗？无啦，唔是啦，啊恁肯甲阮阿官斗三工吼，出钱出力，搁甲这一切哦安排到遐遐尼好啦。啊，我甲恁行礼哦，迄是应当的啦。多谢。哎，你莫安尼啦。啊，拄则我才咧甲阿官讲呢，叫恁吼莫对阮两个遮尔啊客气啦。恁若是搁安尼吼，阮是会生气哦。万金，咱听老先生甲王小姐的话啦，家己的温情藏在心肝内底，以后再搁找机会报答伊。啊，万金，头拄啊医生哦有来解说明仔载阿官伊要动手术的情形，还佫有风险啦。阿官即马伫咧等你来做决定，才签同意书。啥？搁爱签同意书哦？哎，啊是毋是足危险的啊？你毋是讲这间病院的医生伊足牛的？哎呦，万金，你莫遐尔啊紧张好无啦？不管是动什么手术哦，拢有一定的危险性啊。啊，不过医生讲伊真有把握啦。啊，你这尔啊紧张，你会害阿官对你斗阵紧张呢。紧张啊？袂啦，我袂紧张啦。啊，阮哦阿官嘛袂紧张啦，啊你嘛莫紧张啦。啊，咱大家吼都莫紧张啦。囡仔，拄只医生是讲阿管伊面部的伤痕范围伤过大，啊，若是切除害死的皮肤，伊会用阿管臀部的皮肤来做修补啦。啊，虽然是家己的皮肤，也毋过这部位无同款啊。这细胞是毋是会产生败退现象？这是歹讲啦。啥？败退的现象？啊，这是啥啦？白金，简单来讲哦，就是今仔手术了后，新的皮肤会生了无够好啦，可能会变黄，甚至是变乌。啊，若是发炎哦，就搁较麻烦啊，可能会造成半边面的麻痹，啊失去感觉。啊，不过这是上歹的情形哦，发生的可能性嘛无大啊。第一方面，伊是有这个义务，伫个恁签同意书进行，把风险拢甲恁讲予清楚啦。明志啦，明志啦，啊，阮阿官哦，若是动手术了后，比以前搁较差，而且连面嘛无感觉，啊，恁哪样子啦？阿官啊！你要考虑一下哦，咱要动手术啦，吼。阿金，万一我的面若是变乌，你敢会气嫌我？讲紧啦，就算讲哦，你规个面哦拢变乌，伫我生活内哦，
你还是上水的啦。我就知影你袂去嫌我，啊，不过我是想讲，我希望我跟你出去的时阵，袂因为讲我的面有伤痕，而让人安尼叽叽嘟嘟，让你足无面子的。所以我想讲，请你答应，答应给我动手术，好不好？曼金啊，这查某囡仔的面容会当讲是因的第二个性命。你敢这么忍心，才让阿官失去会当恢复面容的机会啊？阿官啊，都照你的意思，咱来动手术。啊，不过不管手术的结果是安怎，我拢陪你，你的身躯边，我会一直陪你，一直陪你哦，一直陪到吼，你要离开我的一天。范金，你是咧乌白讲啥啦？我为啥要离开你？我已经讲过啊，我这世人拢要给他嫁定定，你赶都赶袂走。对啦，范金啊，卡天爱记得买一寡阿官教伊食的物件，即若动完手术咯。伊有一段时间食物件较不方便。嘿啦，我会啦，我等下哦，我随来买啦，我买一大堆物件吼，甲你饲甲饱饱饱啦。你当作咧饲猪哦，啊明仔载饲肥肥来去台心。啊，你就知我袂晓讲话啊，佫一直甲我吐槽。是讲哦，啊这手术成功了哦，你哦就是大美人，啊我就是大只猪啦。万金对阿官的爱，敢会输予正贤兄？对啦，燕惠，咱来遮久啊，阿伯咱先来走。哦，阿官，阿你因阿妈好好休困，较有精神哦。祝你明仔载一切顺利，阿等手术进行，阮会搁过来。万金，阿官就交予你哦。你放心啦，多谢啦。多谢阿勇，顺便呢。顺便。这边咱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台新有关计销事实，唔呐证明咱斯丁巴蒂价值真公道，嘛替伊我予台新欺骗的消费者争取因应该有的权利。玉山，你这个商业策略，唔呐替咱证明赢甲真公平，嘛赢甲真水快，这点，快予我向你核实才对。其实，你要核实的对象唔是我。刚刚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双方减肥药制药配方，甲临床实验数据资料拢相共的测量，是恁爸爸意见。我嘛无想要去污骂你啊啦，若毋是靠伊伫咧德国的关系，哪有可能遮尔紧倒去德国政府迄边摕到对手完整的商业资料？阮爸爸叫我莫甲你讲，是惊你毋肯接受伊的好意啦。你也体谅伊哦，伊嘛是一片苦心啊。替我甲你爸爸说多谢。要甲伊说多谢。坦白讲，我想想嘛想袂到，这么好的主意来对付大事，就算你直接讲明，这是你爸爸的意思，我嘛感觉会安尼做。我不应该用私人的恩怨来影响到双方共同的利益。你会当这么公私分明，上好啊啦！若是阮爸爸来到三江对付台信，咱就稳赢的啊！阮爸爸伊讲，若是以斯林巴蒂总裁的身份针对公司，透过你来提出良心的建议，我会考虑接受。就算，我也是希望咱能照当初的约束，莫会直接参与。啊，不过，若是无予伊亲身加入，了解所有的细节，那呢，伊会当出来所在就真有限啊呢。当初我会甲你签排除条款，嘛是因为针对伊。若是因为我甲伊有私人恩怨，迄是因为伊做生意伊的不择手段，
婆你讲了嘛真有道理啦。为了家庭，确实会增强咱的正量。我会重新考虑，看是不是要回家庭。啊，不过我讲好，针对这点，我袂做出任何保证甲承诺。你愿意重新考虑就好啊。有阮爸爸做咱的军师，替咱出主意，那呢绝对是有好无歹的啦。爸，玉山，电视转播爸爸有看到啊，恁在记者会表现真好，来，陪爸爸饮一杯，庆祝一下。恐起来哦，还未到庆祝的时阵啊。记者会了后，李彦飘带李祖文来进门找阮冤家啊。李彦飘要走的时阵，搁呛声，讲要讲恶性竞争到底，竞争真烦恼，会引起一场社稷大战。敢讲真正是我一时大意失算，社稷竞争。是一场比胆量、比财力的消耗战，不管哪一边赢，拢会元气大伤，那安尼就麻烦啊。爸，打击大胜是你出的主意哦，你唔通这个时阵就放手歪插安尼。爸，我什么时阵啊？你还阁结一个屈势，你着好人做到底，出钱支持进门。问题是正贤的脾气遐尼硬。伊敢会接受我去支持因正文集团？我已经老实甲正贤讲啊啦，开记者会公开大型有关介绍的步数，拢是你教我的。伊若是无拜托，佫诚心诚意叫我甲你讲一声多谢。真好，时间确实是能冲淡一切。正贤若是答应我加入，我甲伊并肩作战，那呢伊就能得到我全力的支持。包括司令部的所有资金在内。